至点动模式，长按点动换装机进入持续输送状态，手动模式点按一次换装机换装一次，自动模式首先调节等待时间，等待时间代表的是瓶与瓶之间的间隔时间，最小可以调节到 0.2 秒。点按自动键，换装机进入持续换装状态。再次点按，自动模式停止。脚踏模式与手动模式相同，脚踏一次，换装机工作一次。GPX 系列半自动换装机辅助功能，方向键，点按方向键，设备可实现正反转切换。